每到夏天，我要去海边。动森现在可以下海游泳喽，还有海星等新生物要满足你的收集癖。新的角色阿塔还会送你方程式以及至理名言呢。如果觉得海洋不够凉，那就来点透心凉。和胆小的路易吉一起在洋楼中，靠着手电筒、吸尘器，还有鬼一吉一起抓鬼救出马里欧吧。这台吸尘器的吸力超强，让人好想要一台啊！吓到了吗？最后介绍的游戏是《恶灵古堡七》，是一款第一人称视角的游戏。玩家要在美国南部的废弃农舍中探索。如果你喜欢解谜又喜欢恐怖游戏，绝对不能错过哦！强档电玩就在神脑。